胸受伤了，脸跟脚都是，而且这里还有面伤带。哎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你儿子这一点小伤，有必要去医院开验伤单吗？真无美女女士，你儿子是同性恋啊？你怎么知道？陈太太，我想小孩的事情不需要用大人的方法来解决吗？你看他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是很好吗？站住！妈妈，你说你可以拿那个东西吗？不